那个后背还可以往下靠的，怎么样？舒服吧？啊，还可以看电视。宽不宽敞后面？宽敞呀。啊，这个可以放倒的，可以放下睡觉的。啊。20几万呢？嘿嘿嘿，20几万不止哦。啊。你再猜，往大胆的猜。啊，再猜，你大胆一点，20万，再猜，再猜，啊，哎，再大胆一点，嗯，再大胆一点，120万，这个车将近300万呢，落地，啊，有，是呀。那你看一下外面，下来看一下外面，把门关上。大不大？大不大气？太大气了。你喜欢车吧？喜欢车呀？我跟你说，跟那超哥混，我说你早晚都可以开着好车的。不会不会，你怎么这么年轻？你怎么没信心呢？对自己，跟我好好表现啊！我让你5年赚这么个车，不敢想是吧？来，上车吧上车吧，我带你吃东西吧。啊，坐前面，坐前面坐前面。嗯，走吧，小钱，我带你去吃那个粉。你不是喜欢吃粉吗？嗯，走。坐前面，坐前面，坐前面。这是你的车吗？对呀，怎么了？我刚才看到路过不远处，但是车蹭了。车蹭来的，想帮拿着。哪里蹭的？我的天哪，搞这么大个洞啊！你咋搞的呀？你是？刚过来的车。你什么状态呀？这钢管呐？我的天哪，你咋搞的呀？你这是？你大概看这个搞完的。这个怎么搞呀？你这什么车吗？啊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呢、啊、你？这咋搞吗？你说你干嘛站起来？这是我的车，修水管的。哎呀，这麻烦了，麻烦了。你知道这个车多少钱吗？那你看吧，怎么赔吧？看一下这个要多少钱，大哥？你这个随便过一下要几万呢，好几万呢。好几万呢？你这个3、4万块也没有了，知道吗？你这个车几百万呢？我这一个工资才1000块钱。你不能说以工资来定位这个事情，知道吧？这个你犯的错误你在承担，知道吗？你拿多少钱？能赔多少钱？我这给别人干活，然后对别人上班的。对。那你为什么不跑啊？不能跑啊！这给你撞了。我的个妈呀！这么大个洞啊，这里。狗窝进去了，这个保险杠的换掉，全部换掉的话，最起码4万块钱。这个车要这么多，兄弟，你看一下你该怎么处理吧，好吧？你开这么好的车，那保险呢？你知道我这个车买保险的话，如果这次保险花个4万，下次我买保险的话，下一年。老板，你好吗？还没事，再讲。一个月工资几千？6000块钱。6000块钱养5个人的呀？对呀、啊。没事，你别走，你别走啊，没事。太大呀，肯定。好，这样。自己你发车，我先帮你处理好吧。车还多少钱？那就几千块钱了。多。3000块钱。
要不你啊，参加费赔给我吧，好不好？那行吧。哎，谢谢你啊，老板。没事，你再回来，接下来我报保险，好吧？啊，微信吗？是什么？啊，微信的吧。那你跟我呢？那你赔我了，你现在还有钱不？没有了，这几千块钱准备打回家，小孩还在上学呢。你赔过来，现在你一分钱没有了。对，现在你说了，我再赔给你的。算了吧，兄弟，我也是从你这样走过来的。既然你没有跑，我看到你的态度了，好吧，下次你注意了，好吧？下次你一定注意，你一定是遇到我了，遇到别人的话，那你真跑不掉，知道吗？对对，一年的工资就赔进去了。对，真的。谢谢你啊，老板。好人呢、啊、没事，来这个东西你注意了哈、啊、千万不要再去蹭了别人车了哈。好，谢谢老板。行吧，那你走吧。啊，好，你走吧。那我走了，老板。嗯，超哥，你怎么不让他陪你啊？哎，我看来兄弟也挺实在的，也挺老实的，一个月拿个五六千块钱工资，然后养一家人，而且还这么诚实，在这等我这么久，所以我就不找他陪了，我自己去把弄好吧。你自己去弄？对，那自己弄吧。那怎么办？我自己看着兄弟厂先弄一下吧，等会跟王总说一下。王总，不好意思了，我刚刚那个车嘛开出去，然后收了东西填路边上，他被一个水弹给我一个钢管给穿了个洞。什么车？哪个地方出了个洞？车吗？保险杠那里出了个洞。前保险杠还是后保险杠？前面是吧？就光保险杠那里。对，我现在我明天我再把车修了。哦，没事，你这样不用，因为我跟那个什么，这个车的保险我想是谁买的？我想，然后把那个吧，你把那个这个车报保险，我报保险就对。不用修，我先注意一下，报保险第二点它的保险费贵的。不用，我打电话问一下是这个车上谁的保险，那个是用。应该是用我老婆的名字买的，我问一下，然后报保险就可以。不好意思，没事，这你搞啥？没事，这个有时候因为是说意外嘛，是个什么人给你撞的？是一个水电工。一个水电工是吧？那你没找他赔？哎呀，我本来是想找他赔的，然后他一个说的挺可怜的，然后一个月拿个四五千块钱，还养一家人，那身上就两千多块钱了。对，我不是说让他转给我的，我想哎，也挺不容易的，我直接处理算了。行，那什么大哥，哎，你不是那个车路虎不是那个啥去修车吗？啊，你这样子，这个车你来开吧。对，汉美来开。汉可以看，这个车开起来稍微硬一点点，可能没有那个车那么舒服啊，但是开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。我就开那个奔驰 T300 就好了吧。没事，你开这个吧，然后那个车拿去修还得好几天。